到底还剩下什么可以？哎，其实我现在住的这边也蛮不错的。哇，8天是怎样？哎，是我没更新吗？为什么活动又突然不见了呀？我在这里去弄好了。是可以看角色吗？这里现在是圣海岛可以玩吗？哎呦喂呀！这样就蓝色的了耶。商店呢？这样就有蓝色的房子，喧闹市集啊，圣诺速度啊，有木材采集、速度这边都可以选耶。